哎，你说，你最近干嘛呢？同学聚会以后就没看见人。上班呗，还能干嘛呀？哎，给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刚听说，赵敏山不是前两年刚离婚吗？哎，我是听说啊，桂晓，我是听说。陈哥不前两天刚回来吗？俩人要办事儿。谁？陈哥呀，我想着陈哥上趟回来你就找过他，就来和你说一声。陆晨回来了。是啊，昨儿回来的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高中校草让赵敏山给摘了。哎，还有啊，赵家已经准备办喜事了，订的酒楼就是孟小山开的。哎，你不是和孟小山熟吗？你问问他，肯定比我清楚。曾相信努力就不留遗憾。先不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聊吧。那行，再见啊，提前过年好。过年好。我们说好天长地久，却终要走散。等到慢慢放下抵抗，任时光流转，不曾想爱情不是历经磨难那么简单。我们等到剧情反转，还保留期盼，站在你不在也流不出泪的夜晚，街角的路灯途经的暗淡，一切太晚。